在的粉丝群体比较可怕，比较可怕，你看看这帮流氓啊，那高高闭闭啊，那自我介绍，我的叫秦香钱，我97年的啊，人家叫老秦，你们都是默默堂的粉丝是不是？来集体出去。工资按智商排，那700真是多了。好大呀，牙给他掰了。牙给他掰了。我问你，那这衣服干嘛呀？昨天晚上你找我。呀，你们乐啥呢？能不能带我一个呀？我现在我真的我感觉再说两年下呢，我一定怀疑人生。我还没死呢。乔大粪没有你长得这么帅。对对，你想偷大粪吗？我行，谁要？来了 ，banana。这边老认识我，我认识你，你们这边老认识我，叫的你说你上来呀，不敢，没事，你上来，我就说的东北，别说这个，后面其实好多都不知道我们是谁，对吗？家里困难，哎，好，这边没有鱼，我觉得这边很好骗去。应该在德云社。媳妇儿，我给你上牌了。你说吓唬他，隔来这么多人啊，我也想问一问，问什么？你们都不睡觉吗？没有你怎么睡？老包，刚刚有人调戏我。我们俩关系好到一个程度，一个成语来说，哪句成语？阴谋父子。张云雷也不行，他哪行？他不行，跟我打。让你们见识见识东北人多横行，就不。那啥呢？看房子你会看房子。吃个草草鸭长长哎。我看到了，我妈，我说我嫂子，我媳妇儿。哎。来两句我们听听，这个学一学。老婆。不怎么，这么说相声还在叫蛋饼呢，可行吗？让我等会儿，吃饱饭，没事出来溜达溜达，回家吧。好嘞。B box，我学霸。别学我！哎呦！总想你再帅，太搞笑。
啊，我的假期消遣。啊这说相声没有什么意思，那什么有意思？我准备改行了。你改行？你改行？给你改行？准备，准备去。我属什么？我属什么？对，属鼠啊。你属我。我用了。我好，你跟他 PK 一下吧。爸爸。每天去，上个初二，上个初二。你别看你做作业，我听得见啊！打雷了，这离得太近了。阿弟，我浪着呢。干，腰子，干，财富。三国里有哪三个国知道？赵、蒋、钱。你再动一下试试。谁动你爸爸？我妈不乐意，我妈不乐意。就像我爱你儿子。绿豆糕是什么？为什么绿豆糕啊？我们没有绿豆糕。那不是按智商排的吗？那这700真是多了。拿我们整个后台来说，我最小。我不是，性别男。